CW100 纵横大鹏无人机，全明星制霸气场，出场自带 BGM 的男人，被家族尊封为鹏爸爸。今天他来了。CW100 纵横大鹏骄傲款，超大有效载荷，可同时搭载多个任务设备，各种数据同步获取。如果带上激光雷达，飞向天空的将是一栋精装海景别墅。再看实体，身量决定地位，超大翼展5米4，机身长度3米1，最大起飞重量105千克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44千米，超长续航6小时，有效载荷20公斤，抗风能力可达7级，50度到-25度，大温差环境照飞不误。测绘电力、石油、林业、水利、军警，没有哪个行业大鹏无人机会搞不定。超大载荷空间，全程自主飞行，大品牌就是两个字，放心。独特的小翼设计，惊鸿一瞥还以为是哪架民航飞机。这么霸气侧漏的无人机，老铁不来一架吗？关注大鹏，为正能量企业点赞。